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平定天下》节目。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消费者在面对美国及国内经济不确定性时，为何会疯狂购买黄金。尽管黄金价格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许多中国投资者依然认为这是保值的最佳选择。从广州的投资者到全国各地的购买潮，黄金正成为避险的首选。 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的临近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市场情绪不断升温，黄金价格也随之飙升，甚至出现了顾客排队购买的情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的黄金消费总体下降，但对于黄金条和金币的需求却在增长，显示出投资者对未来的焦虑与期待。而且，全球去美元化的趋势也使得各国央行逐步增加黄金的储备，进一步支撑了黄金市场的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黄金珠宝市场也面临着价格上涨的压力，让即将结婚的新人感到烦恼。这一切都让我们思考，面对这样的市场变化，投资者该如何调整策略？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市场，一场悄无声息的黄金狂潮正席卷而来。尽管黄金价格达到了历史新高，但这似乎无损中国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购买热情。广州的私营公司行政主任 Wendy He 就是这股浪潮中的一员。 几周前，他通过网上银行购买了价值二十万元人民币的黄金。这笔投资让他感到安心，因为在他眼中，黄金是目前最可靠的保值资产。Wendy 指出，如果特朗普当选，这将给中国的出口和人民币汇率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加上美国的通胀问题，这些都让人不安。相比之下，黄金的价值更为稳定。Sales China Morning Post 报道，在上周五。 现货黄金的交易价格已经飙升至每盎司两千七百四十六点三美元，前一日更是达到历史新高两千七百九十点一五美元。从黄金价格突破每克五百元以来，广州东山百货的销售员观察到，购买黄金的顾客蜂拥而至，市场的紧张情绪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的来临而不断加剧。选举过后，美国联邦储备局预计将召开会议决定利率，此举可能进一步影响黄金的价格走势。 中国建设银行的分析师指出，市场对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以及对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支撑着黄金价格的上涨。在这股黄金热潮的推动下，不仅普通消费者大量购买黄金，各国的中央银行也纷纷增加黄金储备，以应对美元不再稳定的影响。 根据中国银行研究院的陈伟东的观察，美国对近一百个国家实施的经济制裁升级，促使各国增加黄金及其他货币的持有量，以实现去美元化的趋势。这一策略不仅是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应对，也是一种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措施。广州东山百货的黄金条零售价格自十月十日以来，从每克五百九十元上涨至超过六百四十元，而在这期间，顾客们对黄金的需求不减反增。 据该百货的销售员透露，自从黄金价格突破每克五百元以来，店铺每天都挤满了人。最近，一位老顾客甚至提前取出定期存款，购买了两千克黄金条，花费超过幺二零万元。而超过二百克的黄金条更是早已售罄，这让那些获利了结的投资者随时准备在价格回落时再次进场。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的黄金消费量同比下降了百分之十一，至七百四十二吨。 这主要是因为高昂的金价让部分消费者望而却步。然而，黄金条和金币的购买量却达到了二百八十二点七二一吨，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七点一四。这表明黄金作为投资的吸引力依然强劲。与此同时，由于投资门槛低且规则简单，银行的实体黄金销售也在增长。许多银行已经提高了最低购买金额，以应对日渐增长的需求。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量在今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七点四九，而黄金交易所交易基金的持有量自年初以来亦增长了近百分之五十。尽管国内金价今年上涨超过百分之三十，但黄金仍然是中国人，尤其是在婚礼上的首选。广州的准新娘 Cindy One 就面临着这样的困扰，昂贵的黄金珠宝让她感到压力倍增。她说。 黄金的价格实在太高，但我的婚期却也越来越近。热门商店如周大福和周生生的黄金婚嫁珠宝零售价格，从年初的每克六百三十元上涨至超过八百二十元，这使得不少准新娘在选择婚嫁珠宝时左右为难。在整个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黄金作为一种传统的避险资产，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 无论是因为国内经济政策的影响，还是全球地缘政治的波动，黄金都被中国人视为保障财富的最佳选择。在这场黄金热潮中，消费者、投资者和国家机构都在寻找相对稳定的价值存储，而黄金正是他们心目中的答案。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黄金一直被视为避险资产，中国人疯狂购买黄金是有充分理由的。历史上，每当全球经济或政治局势不稳定时，黄金就成为了资本保值的首选。比如，在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黄金价格迅速上涨。如今， 中美关系紧张，美国选举不确定性加剧，投资者选择黄金来抵御风险是明智之举。毕竟，黄金是不会因为通货膨胀或政治动荡而贬值的。楚天舒，我认同黄金是避险资产，但这次的疯狂购买似乎有些过于情绪化。中国经济在这几年有强劲的增长，尽管有不确定性。 仍然有许多其他更有潜力的投资渠道，比如科技股和房地产。投资者应该多元化资产配置，何必一窝蜂地凑热闹去买黄金呢？这样不仅可能错失其他投资机会，还容易造成市场泡沫。谢琪琪，你提到的多元化投资固然有道理，但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时期，黄金的确是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港湾。 回顾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当全球股市暴跌时，黄金价格却一路攀升。这次中国人选择黄金，一是因为人民币汇率的风险，二是因为黄金的流动性和安全性。而且，黄金从长远来看，依然是保持财富的有效工具。然而，楚天舒，黄金也并非万能的。购买黄金的成本高，实物黄金还面临保管风险和流动性问题。再者， 黄金不产生利息或股息，这意味着长期持有黄金可能会失去其他投资的复合收益。中国政府推出的多项经济刺激政策可能会带来新的投资机会，盲目追随黄金的潮流反而可能被短期市场波动所困。你的观点值得思考，但在极端不确定的市场中，黄金的保值特性仍然无可替代。事实上，历史数据显示。 黄金总是在长期中提供稳定的价值增长。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推进去美元化，这也为黄金投资提供了支持。投资者选择黄金，是对地缘政治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合理反应。不过，楚天舒，我们不能忽视市场的情绪和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 大规模的黄金抢购可能会推高价格，然后在市场情绪转变时迅速下跌，导致投资者损失。投资不应该仅仅依赖历史表现，还要考虑当前的市场动态和未来的经济环境。多元化合理性的资产配置才是长期投资成功的关键。我是评委何理，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在这场辩论中， 楚天书和谢琪琪针对黄金作为投资资产的合理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楚天书强调黄金的避险属性，认为在全球经济不稳定的背景下，黄金是保值的首选；而谢琪琪则提出黄金购买的情绪化风险，并建议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首先，楚天书的论点虽然有其合理性。 黄金确实在历史上多次显示出其避险特性，但其过于依赖历史数据，未能充分考虑当前的是场情绪与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这使得他的论证显得有些片面。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却有其独特的地位，但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盲目跟风可能导致资本损失，这是楚天书未能深入探讨的问题。另一方面， 谢琪琪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他强调投资的多元化和理性配置，这对于当前经济环境下的投资者来说尤为重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科技股、房地产等其他投资机会的涌现，将所有资金集中于黄金显然是一种风险较高的行为。此外，谢琪琪还提出黄金的持有成本和流动性问题。 这些都是实际投资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总体而言，这场辩论有效的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投资观点。楚天书的论证强调了黄金的安全性和保值特性，而谢琪琪则提醒投资者保持理性的心态，认识到市场情绪和短期波动的影响。作为评委，我认为无论是黄金还是其他投资途径。 最关键的在于，投资者应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市场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投资策略。两位辩手都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观点，让我们对黄金投资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川普会重返白宫，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二零二四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天下都会大变。美国导报，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华盛顿、华尔街、硅谷，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美国导报，YouTube.com at American Briefing。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